Hello， 大家好，我是尤夏。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特别有质感的款式。首先呢，我用到的是双拼奶茶的01号色，打了两遍底。这个颜色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显手白。它里边的闪呢是七彩小细闪，特别的好看啊。然后无名指还有大拇指呢做的是一个色块吧，然后同样也是两边上色，分别照灯。然后照好灯以后，咱们直接把这两个手指擦掉浮胶，拿出这种贴纸啊，给它贴一下。贴好以后按压结实，然后上加固，把食指也给它贴上贴纸啊，然后在这三个手指上擦几层层，照灯擦掉浮胶啊，然后准备出咱们的那19.9块两瓶的那个拉丝胶，咱们顺着咱们下边的色块呢，给它拉出这个形状啊，然后食指的话呢，直接顺着贴纸的形状来拉，多余的地方最后咱们来给它擦掉。因为拉丝胶还有石膏胶是免洗的，所以说呢，我最后就不用再缝层了啊。这个石膏胶我再顺着这个贴纸的形状给它做出一个比较就是说凌乱的一个小造型。然后咱们食指同样啊，可以把这个拉丝胶稍微遮盖一下，但是不要全都遮盖住。然后大拇指顺着咱们做的那个色块也走一下，然后照灯，再用大力胶沾上小花花还有钢珠，这个款式就完成了。这个底色太好看了，双拼奶茶我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上啊，38.88元，全国包邮，送色板送豆子的。好啦，就这样啦，双击哦，么么哒。